宝妈出嫁，王建民丁场。40年后，我可以再嫁，我觉得这是老天爷给宝妈的福气。恭喜宝妈，贺喜宝妈，57岁宝妈终于与汪建民修成正。哎，这字呢是谁啊？来，我们先看证件吧。哦，搞半天原来只是代言活动啦。宝妈昨天以60万元价码出席玉耀堂代言记者会，穿着凤冠霞帔，象征嫁给厂商。夫妻交拜。可是我说，可以讲宋仲宝吗，建民哥？不行，但亲密爱人兼经纪人的汪建民当然也在台下盯场。这跟建民哥真的是好事情吗？我觉得就是开心的过生活，然后明天我准备做什么事情，我如果决定做什么，我一定会告诉大家。是容光焕发，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建民哥。那当然，我觉得这是妈妈从来不说谎话，那我觉得维持心情愉快啊，其实跟整个人的外表和身体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。看宝妈笑成这样，就知道生活真的很滋润啦。下了台后，记者当然不会放过拱两人一起拍照的机会。有什么话要对宝妈说啊？等一下，你来跟我说 I love you 之类的，来呢，说一下嘛。我们都是一般人。帮宝妈宣传一下她对养生的概念，这是今天的最重要的。什么时候好？就是我们的身体，我们的觉得维持幸福，她生活啊，工作照顾好。恭喜哦！苹果娱乐新闻，有好事要记得说呢，报道。